这个肉看起来很新鲜的，就是当天早上才够的。嗯，哇，包子白白胖胖的，刚吹出来的包子最好吃。这个韭菜很有诚意啊，这是栽培的嘛，所以蛮多客人就是准备要订购你们的，都是回就是吃过最好的，对，吃过最好的，还有来自哪些地方？